坐这么漂亮。有没有在海上或者海边看到过中亚白鲀？没有。就这位同学有是吧？你是在鼓浪屿旁边那个岸上，也只有在我们的厦门，在市区的岸边就可以稳定的看到这个物种在厦门海域的存在，也是厦门在全世界的城市当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厦门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中华白海豚救助落水渔夫的传说，在每年的妈祖诞辰日期间，厦门湾内常有大群中华白海豚出现，所以当地渔民亲切地称呼中华白海豚为妈祖鱼。中华白海豚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选择在离岸非常近的范围之内活动，它就很容易与我们人类的这活动产生重叠，相应的就会产生冲突。几乎所有的现在我们的濒危物种之所以出现濒危，主要还是人为活动的影响，还是令人比较痛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厦门的中亚白鲀数量不多，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中亚白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五月的厦门，空气里带着暖湿的气息，气温的升高让中华白海豚的活动变得频繁，这也标志着中华白海豚野外考察队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夏天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中华白海豚的季节，风平浪静的时间比较多，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于开展中华白海豚的野外考察，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夏天调查也比较密集。尝试今天风怎么样？风应该还可以，明天风稍微有点转小了，就是明天早上在到船上之后啊，再实际再看一下，看看天气在变化。如果变化不大的话，或者是说有转小的话，我们就往18、19，就是往青旅外侧，往二旦那边走。那可以。那如果说我们在厦门做调查，我们是把厦门海域分成几个区域，那么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海域都设置了调查的这个路线。我们每天的考察实际上是沿着我们之前预设好的调查样线来进行调查。我们出发了，再看一看。行，走。我们观测白海豚需要有长期的这个经验积累，一个有经验的野外观测能力比较强的调查队员可能就能够把野外这个白海豚的活动准确地记录下来。从目前来看，内湾的这个条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往外走可能会有一些风浪，如果风浪超过3级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适合我们做这个海豚的调查，因为风大了以后呢，它会有比较多的浪，海面上如果浪花比较多了，就会干扰我们这个白海豚的观测。那边浅的太浅，查一下海门岛潮汐现在开始涨了没有？开始涨，现在32。到时候搁浅就很麻烦了，现在是最低潮，走不了，走过去就是杠上去下不来了。这一类浪啊，就是预示了要下不了潜。有浪哦。啊，今天好像不是太好。就是说如果我们出去一天了，其实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发现，多少肯定是会有沮丧的。但是从我们科学考察的角度出发，我们并不要求每天出去都看到白海豚，而是我们要确认白海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活动，如果不在这个地方活动又在哪个地方活动，所以看到或不看到白海豚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果。在茫茫大海上搜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需要考察队员付出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船只在海上考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白海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个旺盛的一个精力和高度的这种聚精会神。他经常能待在这地方，我叫他从这边走，看这个地方的时候要看那个边上啊什么小边边角角，哎，他露个小头。海豚在海面的这个活动啊，有时候就是转瞬即逝，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了它，可能就把它给忽略掉了。今天海豚开了老婆，好多天了，它最近外面状况不好。大概有400米，右旋，等，至少是两个，三个，三个，感觉是两大一小哦，三大一小，我们每天出海的在海上基本上是6到8个小时，有时候还会更长，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就观测到一次或者是两次白海豚的活动，每一次可能也就几分钟，长一点的可以到几十分钟。现在算是哎就在这儿旅行，他已经在里面吃饱了出来了。有时候我们在野外也能够看到非常近距离，就是在非常靠近船边来活动，而且我们有时候在野外也能够触手可及，只要我们人类不伤害它，那么它是可以跟我们人类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的，所以就是说它是比较有灵性的。有一次看到一个幼崽死了，对，幼崽死了，这个他妈妈对他不放弃，反复把它拖到这个水面来，就给它呼吸，对，给它呼吸。有时候还专门去逮鱼，就摆在它嘴边，它已经腐烂了，对。所以它这个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一般我们都会对它的行为、对它的活动特点连续的观察，但这是在不影响中华白海豚的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是要对它进行跟踪监测。出水很低，船要慢一点。现在开始走路急促了，它知道有你跟着它，让它自然走，能看到就行。所以我们会记录白海豚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发现白海豚当时的一些环境条件，比如说水温，比如说水流速度，盐度，水深、离岸距离等等，就是想了解厦门中华白海豚它在哪些地方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到这些地方来活动？打一桶水，撤水。天温是12.6，当然还可以嘛。很低啊，几乎就是淡水啊。对，通过收集这些厦门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分布活动，对栖息地的选择利用，等等这些资料呢，来为厦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管理来提供一些科学的技术的支撑。来，平常休息，因为不要老跟人家，老跟人家对人家也有伤害，知道吧？这个就是要从爱护这个动物的角度。观测中华白海豚的航船放下了锚，考察队员也开始准备午饭。由于条件简陋，队员们也只能在船上简单的吃上一口。在外面吃饭没有什么讲究了，没有什么讲究，反正就是简单，都是甜的，基本上都是一锅炖。
一边吃饭再看看海鸟来了。海鸟你看那边曾经结伙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沿着这个相同或者是相似的路线去做考察，实话实说肯定是有一点枯燥的，因为野外的这个调查呀，尤其是常年在海上考察，必须要忍耐这种烦躁，忍耐这种寂寞孤独，因为你不忍受这些，你就没办法去观测到白海豚，所以这是对我们做野外考察的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素质要求。海上野外考察对于考察队员们的体力和意志力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但是当看到中华白海豚的一瞬间，似乎所有的辛苦都随之烟消云散。就是说呢，有时候你看到他做游戏啊，或你本身也很开心，有时候他到你船头来的话也很亲热的，虽然他是自己好奇了，但是我们感觉跟我们就很近了。有时候就在船旁边，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最低的时候你都可以摸到它。从我们2003、04年开始在这里，从事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的研究的话，说讲已经20年过去了。我们跟它确实是已经有很深的这种情感的联系。这是奥痕，这个是我们03年发现的。奥痕啊？奥痕。这就是奥痕。20年了。他这个奥痕始终保存，那时候很年轻嘛，但是他这一道很清楚，现在拍到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平的了，而且变化很大，斑点也没有这么多。这个就哪儿的呢？白海豚的话，我们做的有一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是连续，你比如说厦门，我们一做就是20几年。那我必须要长期的、系统的重复调查以后，通过这个重复调查取样，这样子我对这个中华白海豚在厦门的分布也好、活动也好、栖息地利用也好，才是准确的、客观的。我们这些年来通过这个研究啊，通过了解，对它已经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凡是对这个物种保护有利的，我们都会很高兴；凡是对这个物种不利的，都会让我们感到很难过。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宣传，来促进这个物种的保护。你说保护这个物种确实是我们想作为濒危物种研究和保护工作者的一个职责所在。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堂课，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而在厦门的这堂中华白海豚的保护课，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少年的心里。厦门的中华白海豚保护啊，我觉得也是我们在座各位小朋友啊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我想的话，通过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厦门的中华白海豚一定能够保护下来，一定能够。